微星推出轻薄本 Prestige Sharp 65，搭载八代酷睿 i7 标压处理器加 15.6 寸 1080p 显示屏，最高 32G 内存，显卡可选 GTX 1050 Ti 和1060 Max Q 以及限量版专属的 GTX 1070 Max Q， 官方宣传续航9小时，售价2000美元起。今天小米商城开启了小米 Mix 2S 的降价活动，最高直降600元，看来是小米 Mix 3要来了。摩托罗拉昨天发布了两款 Android 版新机，其中 Motorola Omni 搭载骁龙625加 5.9 寸屏幕， 4G 运存，前置800万后置1300万像素双摄，电池3000毫安时，而 Motorola On Power 则搭载骁龙636加 6.2 寸屏幕， 4G 运存，前置1200万后置1600万像素双摄，5000毫安时电池。据外媒刚刚报道，一名网约车司机称，有顾客不慎将一台 Pixel 3 XL 遗落在出租车上，目前该司机已找到失主并返还了手机。这广告我给零分。据 Roland Quant 昨天报道，麒麟980的演示开发版中出现了 L 状排列的三摄，还有外媒号称在 IFA 现场拍到了 Mate 20 Pro 的真机谍照，背部摄像头看上去跟之前曝光的渲染图非常相似。国外爆料人近日放出了一组 iPhone X 金色版的高清渲染图，看上去和 iPhone 8系列的金色相似。此外 iPhone X 配置曝光，搭载 A12 处理器加 6.1 寸 LCD 屏幕，配备3加 64G 存储，有多个颜色版本。你觉得 iPhone X 怎么样？